早安，要出发去吃早餐哦。打算回到东门市场附近去吃一间饭卷蛋早餐。瞧一下镜头，出发。喂，哇，今天的天气又比较好一点了啦，起码有看到阳光了，微微的阳光。现在呢，要走去附近的公车站牌。要搭365号公车，又是365。对，要搭365。那我们慢慢走过去喽。抵达公车站牌喽，一样又回到了道好洞。现在是9点34分，抵达公车站，往这走，大概走不到5分钟。今天要吃的饭卷店。好可爱哦，有一只猫哎！我有吃到一个紫苏的味道，所以这里面应该是有包紫苏叶。我还蛮喜欢吃这个的，不知道是什么样的，就是可能是虾浆吧，我觉得好好吃哦。推荐大家，如果你来济州早餐不知道吃什么的话，可以来这里吃饭卷，我觉得好好吃哦，是好吃的。台湾都吃不到这种的，台湾都是吃得到那种圆圈的，一般的，太好吃哦。而且重点是里面有紫苏，我觉得蛮特别的。我们大概10点10分左右离开了饭卷店，现在要走大概15分钟的路程去吃布丁。抵达汉唐海岸路旁边的公车站的时候，已经是11点48分了。那我们现在慢慢的走过去，去海岸路上散步喽。在柜台点完餐之后呢，他会给你这个呼叫器，然后等叫了之后呢，再去柜台那里领餐就好了。我跟碰碰呢，选择坐在户外的座位区，因为可以直接看海，离海超近的欸，超美。他叫了，所以我要去拿了。是要去室内的柜台领饮料。胖胖点了一个冰冷萃咖啡，我点的是一个柑橘奶茶，拿去座位区上喝咯。 Let's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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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， 那就来喝咯，喝饮料看海。然后柑橘奶茶里面呢，真的有一片干燥的柑橘耶。我们也要来吃刚刚买的布丁。先来吃原味的，把它打开。
它很可爱，它都有用对应颜色的，就是漱口的袋子。哎呦，看起来蛮不错的，那只好可爱哦。嗯，得了济州海的布丁盒子，挖一口，大口的。我不太知道它原味是什么样的味道，但是有一股奶香。哎呀，你要不要挖一口试看？它不太像牛奶，但是就有一个奶味，粉粉的，但不知道是什么味道。是好吃的，它比红茶甜，它比红茶甜。然后红茶有一个香香的味道，很像伯爵的味道，又很它是伯爵红茶。对啊，但是它有伯爵红茶的味道，可是有一个吃不出来，有一个感觉，就是吃完之后嘴巴有个后劲。比较起来，我觉得红茶比原味好吃一点，我自己喜欢啊，我自己的感觉。你呢？你比较喜欢原味还是红茶？红茶。目前比起来是红茶，目前红茶得两票。刚才挑战第三个，有没有甜酱？甜上加甜。没办法，我们没有办法把它带走。今天的糖分非常的糖分充足。现在挖一口，巧克力一样也蛮绵密的，吃喽。他也有。你吃完你就说他第一名，超喜欢这个的，应该买巧克力就好了。它没有到很苦啦，没有到那种75%苦巧克力那么苦，但是它有巧克力的那一种，就是苦味，但还是偏甜。我自己也比较喜欢这个巧克力。第二个是红茶，最后一个才是原味。所以如果你有来买布丁的话，会推荐一定要买这个巧克力的口味来吃吃看。然后刚刚碰碰我说，如果你喜欢吃布丁，再来买就好了。而且如果你不是蚂蚁啊，我们也觉得除了巧克力以外的口味，你可能会觉得太甜。我再吃一口，那有吧？你就把它丢掉了。我还要压在蟑螂。进来的时候不是有叫吗？嗯。我过去拍他们的时候，好安静哦。那就是需要人家关注。然后他只看着我的那个 GoPro， 然后我就一直看着他，然后我就这样子，哦哦，然后他就安静的看着我，他一定觉得这个人类很奇怪。吃饱饭，现在是3:05左右。到刚刚下车的对象搭公车，一样是搭202，等等要换车去东门市场逛逛喽。这个糖饼啊，有肉桂的寿司在里面，所以如果不喜欢肉桂的人的话，可能会有一点讨厌。但我自己蛮爱吃肉桂的，我觉得很好吃，所以如果你喜欢吃肉桂的话，这一趟你可以买。
然后它是综合款，好像有虾肉，也有猪肉，然后跟年糕，这样子是8000韩币，折合台币大概是不到200。那我们就来开动咯。这里是延吉生活，我们下次见。